追姑娘，可真行。 能去你们家吃饭吗？我这脸回不了家，我妈你也知道，烦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今儿碰着仙女了。嘿呦，做白日梦了？真的，鼓楼大街看见的，太美了。人还冲我乐来着，一见钟情。这么说吧，宝儿看见东尼，一看见他，我就心跳加速啊。 明白了吗？德行，再做两个，再来俩，赶紧的，来。臭小子，到现在还不。 行啊，老爷啊，破纪录了，今儿。哎呦，真不行了！哎，我的妈！哎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我前几天去看我爸的时候，遇上政治处的李伯伯，说了一下我爸的事儿。怎么说的？我爸那事儿。 可能没那么快。是吗？谁知道要拖多久呢？别连累你。说什么呢你？我，你跟我妈说，下批兵就走，不去，不能耽误你嘛。你忘了你打小的理想吗？你爸打你的时候你怎么说？当将军，当司令。 当元帅，那你还不抓紧？别说叶伯伯了，就人叶方都当兵一年了，你当哥哥的跟家里闲着，我是没办法。你不一样，打住啊！咱俩说好了的，一块儿上学，一块儿打架，啊，一块儿当兵，一块儿打仗，甭管干什么，哥俩永远肩并肩。那都小时候的事儿了，小时候说的话就不算数了。 咱俩一辈子都是好兄弟，那当然。所以啊，听我的，行，走吧。哎，哎，我今儿能在你家住吗？你说呢？那你给我上个药总行吗？
行，回来了。哎，刘姐。哎，国华来了。啊。叶阿姨刚才打电话过来问你。啊，是吧？啊。哎，知道了，姐。哎。嘿，傻乐什么呀？哎呀，有病得治，要不去医院给你拍个片子？轻点，轻点。你不懂，这儿看见没有？这块儿整个给掏空了，空了，现在还没回来呢。估计啊，也回不来了。我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，上哪儿寻嘛去？瞧你那样，你过几天过生日，我本来不知道送你什么，现在我知道了。什么呀？帮你找着他，再帮你追到他。真的？我答应过你的事儿，掉过链子吗？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哎，那姑娘长什么样？说说看。哦，鹅蛋脸。蛋脸儿，没这么远，小点，小点，小点。行，小点儿。这样啊？对对，差不多。戴个宽边毛线帽。鼻子细长，鼻头有点翘，高鼻梁。细长，等等等等，高鼻梁。这样。对。然后呢？笑起来。有俩浅浅的酒窝，特好看。嘿呦，酒窝！他那眼睛吧，就是有点要生气，但又没生气。啊，生气又没生气。对，那个劲儿还挺不好形容的。行，我明白，宜嗔宜喜，什么意思呀？就是说这姑娘啊，高兴的时候好看，生气的时候更好看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有点意思哎。怎么样，成吗？是他，就是他，一模一样。是他就成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就把这画往什刹海冰场那儿一贴，不出三天。想不知道他是谁都难，你想想啊，四九城的姑娘哪个不去什刹海冰场玩啊？去冰场啊？嗯，反正要找黑子那帮人，把红军的事儿给了了，顺带着帮你找着他，一举两得。把画挂在冰场，这招成吗？有枣没枣三竿子，说不定啊，瞎猫就碰上死耗子了。行，都听你的。站住！妈，您还没睡呢。等你呢。这，哎，我听招生办的小刘跟我说，你把我递上去的申请拿回来了。啊，我现在还不上五呢。这又怎么了？这是？哦，没事，妈，就是今儿骑车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下，真没事。我也就信30%。一天到晚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跟你妹从小到大，生活学习什么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，能不能争点气？妈，您辛苦了。你嘴好。我跟你讲啊，尤其是你，你要是没出息啊，被人家戳脊梁骨的就是我。咱们这种家庭，只有当兵入伍，要求上进，报效祖国。你说你这事儿一拖再拖的，你妹妹都走了一年了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当哥哥的整天。啊，您说这些我都懂，但是我不能抛下春生啊。我是他兄弟，我不等他，谁等他？男子汉，是吧？讲哥们义气，妈不反对。但是你不能耽误你自己的前程啊！你都耽误两茬了，等他也行，但是啊，半年的时间，如果这半年里边你肖伯的问题还解决不了，你必须得走。
哦，知道了。后天是谁的生日来着？肯定是不想跟我们这些老人一起过吧，太无聊了。嗨，嘿嘿嘿。行了，你爸那儿有事儿，我也正忙。这样，你们小伙伴们自己过啊，说好了啊。还要，有一条啊，不许喝醉了，不许闹事儿。知道了，谢谢妈。美丽的姑娘，你是谁？鼓楼大街一别，倩影再难忘。明天下午3点，此处见。提供线索者重谢，叶国华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行。别担心，有我呢。嗯。怎么样？看见黑子他们没？没见着，今儿他们没来。行，算他命大，改天再说。成。小芳，休假了？是啊，回来了。哎，你让小王接电话。哎，对，是我。我就跟你讲一下咱们这次会议啊。妈回来了。咱们市妇联那个班子成员外，还有基层的妇联主席、部分妇联的执委和各界代表，市委和兵团的妇联同志也参加，所以这次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，重在落实。嗯，行。那这样吧，明天下午3点我在办公室听汇报，好吧？哎，好，哎，给陈涛打。芳子，你回来啦？对啊，小梅，你上次帮我拿的那本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我看完了。上次你跟我说的《简爱》《飘》《呼啸山庄》，我帮你找着了。真的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了。那我这两天拿给你。对了，你和陈涛怎么样？嗯，嗨，别提了，烦都快烦死了。等见了面我跟你讲啊。行，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。嗯，那咱们周末去吃吃海华冰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是佟司令家的小梅啊，嗯，叫她来家里玩呗。我看你从小到大也没几个玩的好的，要是你们两个不够热闹，让你哥再叫上几个人，你们年轻人一起热闹热闹。妈，您别乱打人主意啊，我哥不配人家。再说了，咱家有我一个去和亲的就够了。怎么说话呢？陈涛不挺好的？再说当初也是你同意点的头的。嗯，对了。我哥最近忙什么呢？闹不清，前天弄个大花脸回来了，说是骑车摔的，鬼才信呢。行了，你这回也别白回来，你替妈劝劝他，我的话他现在不听，你劝他让他赶紧当兵走人，整天那么混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嗯。跟陈涛怎么样啊？最近？就正常联谊关系呗，还能怎么样？你这次休假他怎么没陪你回来呀？他工作忙，走不开身，工作第一，不是您说的。那你说你也是非急着回来干什么呀？你就留下来陪陪他，顺便也照顾照顾他。妈，今儿是我哥的生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刚鱼才是您儿子呢。吃醋了吧？生日快乐！春生那天怎么说的来着？啊，我管你什么黑不黑、天不天的，当两孩群殴，你画个道。要不是后来警察来了，早把他们打趴下了。你去办他们。那是。
哎，红娟，我记得方子最爱吃那个奶油烤炸味，你给他弄点。喂喂，你记错了，奶油味太重，齁得慌。谁又惹你了？红娟，放那儿，他就爱吃这个。啊。哎，方子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啊，但今儿是你哥的生日，你就当给他一面。啊，有些日子没跟你吃饭了，是我记错了，是我爱吃这味儿重的。哎，你这人讲点餐桌礼仪行吗？别人盘子里东西你抄起来就吃。都是劳动人民，我不嫌弃你。可我嫌弃你。别来劲啊。行，那对不住我。哎，你这胖子，有什么不爽的就明明白白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憋坏了。那我问你，我哥之前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是不是跟你打架弄出来的？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自个儿骑车摔的，你怎么就是不信呢？你让我怎么信呀？这些年跟着他四处晃荡，无所事事，干过什么正事儿啊？还有你，你之前答应过我不会让他受伤，现在怎么说？行，来，来，是哥哥没看住，哥哥给你赔个不是。穿上，甭惯着他。记住你的话啊，我哥虽然人笨又没脑子，但他对你是实心实意的。他为什么现在还没去当兵，你比我更清楚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时代要变了，不用知识武装自己是要被淘汰的。如果恢复高考了，不好好学习怎么去考？你说是不是，同桌？啊，不。哎，同桌，同桌。要我说呀，咱哥几个上学那会儿就属你学习最好。哎，你拾掇拾掇，没准考个状元。红娟，你没事多跟方子学习学习。我不学。为什么呀？你说春生哥坏话，我不爱听。这也就是你。这要换一男的，早花了他了。对，哎，幼不幼稚啊？哎，我提议啊，咱们敬我们的寿星老一杯，祝他顺利的找到他的风尼啊！哎，对，花哥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哥，他们来了。对面那个泼黑的大哥叫齐天儿。哎，我听说他为了一女的给南城老炮李尚游那手给废了一只，说不定就是这女的。哎，这附近有公交队吗？行啊，真来了。怎么着，你是觉得我不敢来吗？咱帽子的事儿啊先放一放，跟你们问个事儿。这冰场门口有一张画儿，是你们这帮人贴的？没错，就是我们贴的啊。那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啊，谁叫叶国华呀？
啊？怎么意思啊？敢留名的不敢站出来啊？我再问一遍啊，谁叫叶国华？我叫叶国华。你叫叶国华？啊？你画的？啊。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那女的是我天哥带着玩的，你敢追吗？人在呢，去啊。怎么了？怂了？哥，动手吧。华哥，咱怎么办？走。你就是齐天，你们这帮人胡作非为惯了，今儿又找事儿，怎么着？画道吧。哎，怎么画道？是谁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今儿公主对战五方的，三天后，三天后午门，人你随便愿。走，等着，等着啊！散了，散了啊，散了！石正哥，他什么意思？三天后午门，怎么走？成。小子玩的真狂，半天让他们挡着的。三天以后，我带人前赴后继，我弄他们。这不是叶国华啊？不是叶国华，那谁啊？你想知道吗？想啊。
我再问一遍啊，谁叫叶国华？我叫叶国华。哥，我走了。哥，别打架。你看看这都几点了，就这么个睡法儿，你这走了他也不说送送。国华，国华，妈，别喊了，你让他睡会儿吧。睡到什么时候？他天天这样。拿，对，把这拿上。扣上，外边挺冷的。知道了。好好跟陈涛相处啊，别老使性子。妈，那我走了。手套戴上。知道了，走了，妈。哎，闹半天，昨儿那红围脖就是贺红玲啊，怪不得齐天为他跟南城李尚游都飙上了。我听说齐天下手可狠了，就一刀，李尚游那手啊，废了。还有旁边那个叫赵小慧，也是鼓楼大街有名的大妞。你熟啊？哎呀，说说，我不是在体校练过半年长跑吗？他是花样游泳队的，可出名了。哎，体校门口见天的有人打架，隔三差五就动刀子，一多半都和他有关。他最喜欢的呀，就是男的为他打架。哦，后来听说跟一丸主好了，应该就是那个黑子。要我说呀，这赵小慧就不是一踏实姑娘。哎，你昨儿没瞅见冰场围着她转那男的都乌泱乌泱的？哎，抄我得了。说点正事儿啊。春生，我的意见是，后天绝对不能去。春生哥，这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咱不能跟他们硬碰硬，这不叫怂。春生，事儿是我惹的，不能让你扛，更不能连累大伙。要认怂，也是我去认怂。嗨，大不了就被说两句呗，又不会掉块肉。侯军，说句话。我听春生哥的，他要说认怂，那就认怂；他要说非把这份儿，那我就去拼命去。别跟我火了你。春生哥，你给这痛快话，兄弟们都听你的。我开门去。谁呀？你好，肖春生在吗？啊，在。瓜哥，谁呀？找你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单独说。礼物吧。那幅画是你画的，后天午门你别去了，齐天不会去，以后他也不会再找你麻烦，我保证。你保证？对。我惹了事儿，让一女的护着，我以后还混不混了？我是为你好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认怂呗？认的也不是你的怂啊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？对。这事儿怎么能就这么过去了呢？我兄弟对你可是一见钟情啊。谁对我一见钟情啊？啊？谁对我一见钟情？是你肖春生还是叶国华？当然是国华了。你看着我，再说一遍。我说，我兄弟叶国华看上你了。站住！
回去告诉齐天，后天午门，人，随便他约。村长，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。他来说和，让我给撅回去了。如果折的是我萧春生的面儿，我立刻认怂。但我不愿让别人说我兄弟一句不好。再说了，不光是你和红军的事儿，黑子他们惹这么多事儿，总得有人出头吧？反正你一句话，大不了哥儿几个跟他们拼了。对，再拼了，拼了，再拼了，听你的哥。等我信儿。午门能不去吗？你真看上他了？我为你打了那么多架，你可从来没拦过。齐天，我不欠你的，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喜欢你，我跟着你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已。你不喜欢我，我知道。我是什么人，你也清楚。我齐天有分寸，不该干的事儿，我绝对不会干。你新招还合脚吗？挺好的。你心呢？总会有那么一点别扭。挺好。哎，我听小慧说。什刹海，你那画像让人给顺走了。怎么着，哥几个？大半夜的，胳膊又松了，我不看急诊，都给我边待着去。江小爷，误会了，我们哥几个呢来请您的。请我干什么？也不是我们请，李上游，李爷有事儿想找您。李上游？嗯，我跟他没过去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就是想找您说句话。我们李爷说了啊。春生哥，您那是后起之秀，啊，久仰。他久仰我，你让他自个儿过来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这就是您的不是了。那李爷怎么说，也是个前辈，不是？啊，没空。小春生，李爷的面子不能不给，啊。我跟他没面儿，那您就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好意思了。今儿您去也得去，不去呢也得去。您撤吧。好嘞，倍儿冷吧？过来，好火。嘿呦，遮罗，真香啊！吃点，吃你的吧。嗯。哎，
那女的，就是一扫帚星。说谁呢？贺红玲呗。别这么说，我不爱听。哎，看见没有？我这只手就折七天那儿了。平常没事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劲，一来劲还真就控制不住。你看，您今儿叫我过来，就为了扯这闲篇儿啊？当然不是了。说吧，我这仇得报。这是你的事儿，随便你。咱俩的事儿。怎么说？你跟齐天不是约午门了吗？嘿呦喂，您消息倒是挺灵通的啊。没戏，你们练不过。你们这帮大院的孩子呀，平常都劲儿劲儿的，真到动刀动枪的时候就趴窝了。这齐天平常挺小心，没有落单的时候。我都追了他半年多了，没好机会。你想让我约他单挑？嗯，聪明。然后呢？然后咱们俩里应外合，一块儿把齐天拿下。不成。为什么呀？不地道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的事儿是我的事儿，你的仇是你的仇，别掺和。回见。等等，你可想好了啊？答应了你的仇家就没了，还交了我这么一朋友。不答应，出了这门你就又多了一仇人，南城北城都让你给得罪了，你还怎么混？怎么着，吓唬我吗？我从来不吓人。我没想得罪您，我也不敢，但您要非要跟我过不去，我也没辙。再说到交朋友，您这样的我攀不上。回去见了您嘞。嗯，没脸不要脸呀。怎么着啊，哥？没给面啊？我慌了，这……哎，行了，哎。你真以为这四六九成天子脚下真能由着他们姓满世界查价啊？我听说这公纠队有一姓宋的，对吧？啊，去递个信。好嘞，明儿就去。尝尝我这手艺。其实我今儿是吃了过来的。哦，我就想来讨个酒喝。嗨，酒有啊。来，也就半年没见，变厨子了。总得落听本，谁还能老瞎混呀？这大虾米进了伙房，还有好。不得让人窜了冬瓜。这儿没人认大虾米。当年威震和平里的老炮大虾米那没人认了。甭提这茬，当年梁冬怎么着啊？啊，曾经威震北京城的主，现在不还是猫在城墙根儿就是练拳吗？那以后就窝这小饭馆里了。你别看这饭馆不起眼儿，全民所有事，市旅游局直属。嘿呦，我二舅不是在旅游局吗？费老劲了。您这暴脾气，您饭馆让打骂顾客吗？我
你哥如今就是三孙子。不瞒你说啊，我现在还在试用期，走路都怕踩死蚂蚁。这要再捅出娄子，丢了工作，我妈非上吊不可。得嘞，后厨忙，我就不陪你了。镇上，今儿找我有事儿吧？哥，没事儿，我就是老久没见了，想过来找你喝口。夏明，快点啊，来了。镇上，我知道，你有事儿。四九城都传遍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真没事儿，哥，你甭听他们瞎掰。哥不是给你装孙子，以后。哥真帮不了你了，哥怂了。当初哥几个，关橘子的关橘子，受伤的受伤，早不是当初那样了。麻子，夏明，师傅叫你半天了，让他等会儿。兄弟，听哥一句劝，认怂吧，不丢人。反正最后都得认，都得认，跟谁啊？生活。你们都问人了没有？问了几个，人家一听对面是齐天儿，都怂了。得，都说齐天下手太狠，其他人看着是大院的，都会让一步，只有齐天什么都敢干。我看吧，这事咱别沾了。她是齐天的女人，还到处招人。你说谁到处招人？哎，我这不是也……怎么跟瓜哥？他不是那意思。哎呦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看你急什么呀？行了，我知道，这事打我这儿起的，连累哥几个了。又替我商量，又替我找人的，我把话放这儿了啊！我放什么话呀，春生哥，春生哥，我去找齐天，让他画道，甭管什么我都接着。这贺红玲，以后咱谁也别见了。这事儿啊，没你们想的那么糟，我心里有数。别人不想来。咱也不要勉强，没事儿，哥。午门几点？我通知兄弟们。这帮小子夜里来查家。他没动手就收网，抓他们个现行。哥，都这点了也没个动静，咱是不是让人给涮了？你说肖春生这小子不会是怂了吧？不能吧，他平时不挺牛的吗？哥，来了。一个人来的，挺牛啊！怎么就一个人啊？人呢？没人，姐，群架，不认怂。哼，怎么茬啊？啊，合着听说齐爷在这儿，不敢来了？啊？
那你说说咱这事儿怎么了啊？横不能是您一句认怂了就完事儿了吧？群架我认怂，但我自个儿不认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儿一个人来就是表个态，我想跟齐爷您单挑，是打群还是玩交，您说了算，我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儿。但如果我赢了的话，你们最好给我老实点儿，从今以后不许再到处惹是生非。怎么练？您一句话。小子，你想什么呢？谁敢动我兄弟？这有什么意思？七爷，你等我问清楚，我没叫他们来。春生哥，你想一个人把这事儿扛了，我们是不会干的。是啊，春生，你通知我们两个时间，就想自己来把这事儿了了是吧？那李尚友早就跟我们说了。李尚友？对，哥，要不还得说说你啊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两拨人时间对不上？请考吧你，七爷，你也听到了，我真没叫他们来，是那李尚游在里面搞鬼，他什么心思，你最清楚。肖春生，我发现你是真会装啊，有那李尚游什么事儿啊？你找人擦屁股是不是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呀？我装什么啊我？你说呢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就这么说话，你们大院的使诈。我们使诈，说好的一块来，是不是嘛？兄弟们，找我，找我，找我！准备上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七爷，我知道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你不信我，搁我也不信，但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，能不能就我们俩自己解决？既然兄弟们都已经来了，那就全当给我们单挑做个见证，行不行？哥，甭跟他废话，弄吧。都听见了啊！谁都别动手。那咱们俩就按老规矩来，头、脸、脖子、前胸、肚子、腰眼儿。这些要害地儿绝对不能碰，要是闹出了人命，蹲大牢挨枪子儿自己扛，医疗费自理，要是扛不住怂了就喊停，必须收手。东哥，真是梁东哥。东哥怎么来了？他怎么也得到消息了？谁叫陈红军啊？我是。我
这顶羊角儿帽子戴了不少年了，虽然旧了点，但这可是正儿八经的雪中笑，好东西。我听说我兄弟把你帽子给废了，我赔给你，行吗？梁爷，您这干嘛呀？闭嘴。齐天呢，是我以前认识一小兄弟，今儿他小弟打人飞帽子，有错在先，但他好歹是四九城有头有脸的人，年轻气盛，你让他给你鞠躬认错，他拉不下这脸了。咱老北京人都讲个有里有面，恨不得我舍个老脸卖个面子啊。今天呢，是我兄弟做的不对，我这当哥哥呢，得出来帮他把这事儿给铲喽，这事儿就算了了，行吗？我听您的，东哥，我在四九城能混到今天，全靠您带着。您张嘴了，那我就不说话。怎么着，不行？看来我这面子不够大呀！啊，东哥，您的心意我们了。您可是我们的前辈，您这样我们不敢当。有什么不敢当的呀？我早就应该出来制止。可是你跟天儿呢，在这四九城呢，都是一号人物。你说这架势已经拉开了，这谁要是提前刹车，那就等于认怂了。这么着啊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。天儿这帮兄弟呢，我在这儿，没有一敢说不字的，行吧？东哥，既然您都已经出面说和了，那我们这帮大院子弟就是有理儿有面儿，您做事光明，明事理，够局气，是我们这帮人的大前辈，我肖春生佩服。今儿我跟齐爷这桩事儿，在我肖春生这儿就算翻篇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翻篇了！现在是时候了。梁东，亏得你在啊，要不然京城又发生一起血案。高队长，没想到把您给惊动了。你都露面了，我能躺着吃干饭吗？高队，您这至于吗？兴师动众的，这是要干嘛呀？废什么话呀你？我问你们呢，二百多号人到午门干嘛来了？啊？哎，警察同志，最近不是正进行那个爱国主义教育吗？我们这帮人聚在这里，就是等天亮看升旗呢。看升旗啊？亏你编得出来啊！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是。你们呢？都看升旗来了？是啊，我们约好了早上看升旗。是不是？是。起什么哄啊？还得表扬你们是不是？揍死他们！看看带家伙没有？动，动细致点。没有。哼，玩的够可以的。咱们也甭说了，你跟我回局里做个笔录，其他人散了，别找对呀，赶紧散了。七爷，行吧。
走着。让他们都干。散了，散了，散了，散，让他散了。好在只是做个笔录，有惊无险。今儿啊，给你们压压惊。来，哎，忘了，我呀忘了一道汤了。我今儿啊在这副食店买了2毛钱肉馅，给你们做的这个白菜丸子粉丝汤，该起锅了。哎，东哥，这菜已经够多了，您就别忙活了，加个汤嘛。黄玲，黄玲，搬了好半天了，累了就去歇会儿啊！我不累，刘叔。哎哎哎，你说你这孩子干活也不戴个手套，瞧这手冻的都成红萝卜了。这棉手套戴着干活不方便，这白菜抓不住老往下掉。给，把叔这劳保手套戴着，不至于冰手，干活也方便点。哎呦，这劳保手套可是定量的，我戴了您戴什么呀？听叔的话。叫你带着你就带着，我那儿还有呢。成，谢谢刘叔。哎呀，你一个漂亮姑娘，干这又苦又累的活，苦了你了。我们家情况您最清楚，这么些年全凭您照应，时不时的让我来这菜站干点零活，挣点钱贴补家用，我这心里是真的感谢您。快别这么说，红玲，你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现在你爸走了。剩下你们孤儿寡母的不容易，我们这些老街坊啊，帮不了什么大忙，只能是尽尽心了。啊，我去干活了，刘叔。哎，叶国华万万没有想到，眼高于顶的骄傲公主贺红玲，竟家境如此贫寒。红玲。红玲来了，哦，菜站今儿来白菜了，我给您搬回来了。哎，天儿，天儿，快出来搭把手了。哎，辛苦你了啊。这个上回那钱跟今儿这钱，哎呦，您说什么呢？别人就算了，您的钱我可不能。说什么今儿得把这钱拿走啊？他们家就住边上，他爸爸身体不好，死了。他妈一直身体也不好，哎，就是挺受打击的。这孩子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外头打零工，夏天就跟这个街上卖冰棍儿，冬天呢整条街给人送白菜、扛煤球。东哥也是觉得这孩子不容易，时不时的接济他，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，我跟他也就认识。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了，我了解他，他对我充其量也就是感激。但是你瞧，刚他看你那眼神儿，跟看我和那小眼神儿完全不一样。
哥们儿，我在外头混这么多年，感情这点事儿我门儿清，这东西勉强不来。打今儿起，你和他还有叶国华怎么着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也不想掺和。哎呀，甭管其他的，喂，这大冷天的喝碗热汤比什么都好使。你这手没什么。来来来，坐下。哎，喜欢我吗？什么？齐天跟你解释了是不是？我和齐天不像外人说的那样。我知道。妈，我回来了，今儿给您带了您最爱吃的牛舌饼。哎呀，您又乱花钱。你今儿上哪儿去了？菜站白菜到了，我去送白菜了。您好点了吗？我去给您热药。哎，您自个儿热了？那今儿家里来人了。哦，来人了？谁呀？说是你朋友，姓叶，他穿着军装，是大燕的吧？哦，是。这小叶陪我聊了一会儿天，我觉得这孩子真不错，稳当。嗯。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干杯！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，萧春生和齐天俨然成了兄弟。黑子他们也在萧春生的带领下不再打架闹事儿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人生阅历千差万别的两拨人竟不打不相识的有了交情。萧春生和贺红玲的关系似也悄悄发生着变化，这被叶国华看在眼里，有些不是滋味儿。